谁的精子里面有人吗？不知道。毛利小五郎，因为他。哎、欸，胸部碰到算吗？再一次啊！胸部太大了。精子里面有人吗？不知道。毛利小五郎，因为他是。哎、欸，胸部碰到算吗？再一次啊！胸部太大了。再一次，我们今天要来零不误挑战。我们今天的终极大挑战呢，就是要来挑战辉哥的高度。辉辉，我有说好吗？我没有想要参与这一次的露营啊！哼，那我们要怎么挑战灰灰的高度呢？就是等一下灰灰从杆杆走过去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尾巴的最顶端就是今天我们要挑战的高度了。那我们就开始喽！110公分挑战第一关，预备 ，Go！ 看起来颇简单，太 easy 了吧？直接降10公分，开始。100公分挑战，现在已经在我的腰这边了。我觉得太简单了啦，不然你边唱歌边走过去。边唱歌，应该可以吧？我来试试。100公分挑战，Go！ 啊，你是想不到要唱什么？越过了学校花店，花也都。又加都哭了。下一关，90公分，已经到我的差不多肚脐的地方了。那我们这次挑战讲一个笑话走过去好了。哇，那我要想一下。好，来准备，3、2，走。有一间学校呢，有一个学生，他叫做李美红，然后他不怕蟑螂，他可以徒手抓蟑螂。然后有一天老师上课的时候就问学生说，哦，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东西，像老师就很怕蟑螂，请问班上有没有同学不怕蟑螂呢？然后小明就说，老师里面有红杆啦，然后小明就被处罚了。是在说什么？老师里面红杆啦，里面红杆抓蟑螂啦。小奶去了，老师我讲笑话好蠢。对嘛，这样90公分才会有看头嘛。下一关80，我就不会讲话。啊，吃跳完了没？已经带路了，现在已经在80公分了，对不对？对，80公分已经在我的屁股了，感觉就有一点挑战喽。来了，妹妹，我来了。哇！easy 啊！怎么样？我现在已经害怕70公分了，70公分 go。那你现在还有办法讲笑话？好，来，可以，来。好，来，准备哦，3、2，走。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知道谁的精子里面有人吗？不知道。毛利小五郎，因为他。你干嘛突然大笑？对，因为我刚刚突然听懂了。再一次啊！好，再。我刚才其实可以过的，是你突然大笑，还有撞到牙齿。好，对不起，好。我跟你讲。好。喵喵喵！你要像那个体操选手那样翻完之后，哪是这样？他们，这个绝对不是韵律体操，你知道吗？翻什么？他们怎样？不是，他们翻完下来都会那个。好，我们还是赶快进行60公分好了。这已经是一个桌子的高度了，因为我坐着差不多可以这样趴在上面。哦，很夸张哎，很低哎。好，我们还是赶快进挑战吧。Go！
觉得你的眼神不够坚定。好 ，Go！ 哇，这个真的很低耶、欸！哦，哦。吼、哦！哎、哦欸，胸部碰到算吗？再一次啊！胸部太大了。再一次。我们要严格要求我们自己，请不要不受控。开始。好，开始。好累啊！来，准备，三、二、走。告诉观众，告诉观众，六十公分，六十公分，好，走，哎，准备，三、二、走，喂，会会经过的高度，出发。那这个高度呢是五十公分，刚刚好，多么精准！我觉得过不去。我觉得以我今天的体力，真的有可能过不去。你看我坐着的时候，它已经在我胸口了。最后一场挑战了。你看他的表情，你看他坐直，看不起我的感觉。五十公分挑战 ，Go！大王灰灰挑战五十公分，靠！过哦！我都不敢讲话。我都怕影响到你。哇，你刚刚那个到底是怎么过的啊？我发现零或五其实这个游戏，大家都一直以为说它是比腰力，其实腰力稍微有，可是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这里核心，然后跟脚。因为什么会过去的时候，然后会挡下去，就是因为这边 hold 不住，你上半身的身体完全是悬空，所以如果你这边不撑，你就会掉下去。我过去的时候呼吸就是，给你看我脚是怎么过的。哦、oh. ，直接整个偏开，就是直接整个是用这边在走路的，你才有办法过去。是你脚这样子，你这个筋要很开，所以你才能这样走。总是要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挑战45公分。真的？真的，我要挑战自己。好，出发！我刚才想说5公分应该降一点点吧，我怎么知道它降这么多？45公分 ，Let's go。脚力让我觉得脚真的不行，可是我想要测试看看我腰力有没有办法过45。好 ，Go！ 水箱都在身上滑滑。哎、欸，看对面那个地方，
真的好日本、哦，真的就是日本了。哎，这个晚上这个风景应该也很美。而且你看，现在也开始起风，有冷的感觉了，适合泡温泉。哎，好想念日本的日子哦。真的，好久没去，哎，真的好像哦。我们现在带你来看这个汤屋，个人汤屋。平常呢来的话，你不需要住宿，就可以来个人汤屋来泡。对，银川。哇，哎，他个人汤屋感觉也很大哎，你来看看。是不是很舒服？都是你的享受。哇，而且进来就有那个温泉的味道。而且它这边干湿分离的特色。干湿分离的。高级耶，一般没有干湿分离。这间温泉会馆是侍从西最早设立的，在日治时期，天皇的弟弟曾来此度蜜月而声名大噪，从建筑外观到内部摆设，完整的保留昭和时期的特色。中庭造景里的小桥流水，加上一整排京都和式房，简直就跟日本无异啊。而房间里面又会是如何呢？哇，哎，这个汤屋太厉害了吧！真的好像在日本的家里的感觉，而且它很有那个历史的感觉。它就是日本原汁原味城市。对，因为我们去日本那些古老的汤屋啊，它就是保留它原本的样子。对，就像这个样子，你看它的地板都是木头的。真的。你看坐在这个地方泡完汤，吃一个那个绿茶冰。麻薯。哇，太舒服了！而且你看日本它很多这种门，合适的这种门，所以它一个门这样。对不对？打开。对，你看以前呢，如果要偷看人的话，以前这个是用纸做一个洞，戳一个洞。不是这样吧？来，塑胶的。我跟你讲，一进来最有感受就是榻榻米，好棒哦！整个木质的感觉就是非常日式的感觉。哎，我觉得这个床你们可以两个女的来躺看看，你们躺。哦，我不客气了。怎么样，舒服吗？好舒服，我可以睡着哎，而且外面的风景好好。对，我们就这样转过去，然后就看着外面。那外面的这个还有一个算一个小露台，哇，钟哥，我们躺在这里就闻到那个榻榻米的味道，的香味，对不对？对，就真的是很香的味道，舒服哦，很舒服，对不对？哎，其实你们两个腿还蛮漂亮的。不好意思啦，真的，哎呦，我跟你讲，接下来厉害哦，我们看它里面呢。还有个人的汤，欢迎光临日文家。哎，你要下什么菜？哇，一个个人的自己私人的。我跟你讲，老房子就有这一点好处，就是它的空间很大。对，它这可以分冷热，还有冷热食。哇，好棒啊，棒哎！那接下来真的要去泡了，真的，我们要泡就泡最厉害的露天的。露天可以享受到日月的精华，然后风景哦，美好，吹着微风，微凉的感觉。哎，南部其实那种微凉的感觉，泡起温泉是更舒服，对，对不对？那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好 ，Let's go， 真的太舒服了，它这个露天的温泉，真的。重点呢，它这个地方呢有好几个池子，差不多五个池子，五个，哪有各个池子都有不同的感觉？像这个是比较造景的，哦。对，有的是比较做 SPA 的，对，每个温度也有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温度是最舒服的一个温度，41.6，刚刚好的温度。对，这个汤汤天下其实又称为美人汤，对，所以说我们两个美人要多泡一点，泡了之后会变得更漂亮，皮肤会更光滑，皮肤会更细致。这个水这样弄在身上滑滑的，看起来很好。哎，你特别的假装在拍广告，然后这样水这样，然后从这边这样溜下去，这样来，哦。换你，哇！怎么那么豪迈啊？我们是不同 style 哦。那帮我们来享受一下，我们来泡一下，感觉一下。嗨，你好，你好，大姐，常常来泡吗？对，每个礼拜三。哇，哎，皮肤很好哎，那泡温泉就是皮肤会好，养颜美容，养颜美容哎。好，那你继续享受哈，我们要一起来享受一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这边的熟客可是每个礼拜都会来这边报道。这里碱性的碳酸氢钠泉别称为美肌神泉，汤质纯正，在放松享受之际也给肌肤另一层的呵护。现在这种微凉天气来泡汤是最适合不过的啦。I bring the pain lo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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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我们今天就是准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就是否他特别编排，让他就是有摸有躺有睡，有摸有躺有睡，有睡。哎，这怎么越讲越奇怪？那就是在棺材里面哦。是这样哈，我们节目只是在深夜录影，而不是在深夜播。对，怎么越搞越奇怪？好吧，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绿东勿忘我。哇，这是什么？啊 ！I'm so cold blooded, I'm so naughty. 우리전문가넌골판 He's a nobody with no body. 난무대위에서간녹간 Good good in your mouth, boy. 그냥툭툭붙이지마 boy. Touch touch your toes, then drop it out. 뒤돌아보고튕겨요아이요선들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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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精彩耶！哇塞！哇！不行！哈哈哈哈哈！这要花多少钱啦？对呀、啊。We don't give a fuck. We don't give a fuck. 不行，你怎么又回来？你看 ，Oh no！ 哎，真的不行啊，真的。霹雳霹雳霹雳！哦，不行啦，瑶瑶跟鱿鱼生气了啦。我爱综艺大热门。Yes, I be a woman. Yes, I be a man. Yes, I be whatever that you tell me when you're ready. Yes, I be your girl forever, you lady. You ain't never gotta worry. I'm down for you, baby. Best believe that when you need that, I'll provide that. You will always have it. I'll be on deck, keep it in check. When you need that, I'ma let you have it. 哎呦。干什么？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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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什么啦？绿东勿忘我，哎，很棒，哎，来来来，哇，太厉害了，那个舞蹈跳得很好，对，很，哎，真的，而且超有力的，对，那个力量什么都有出来，对不对？来，当事人感觉怎么样？我被吓到了啊，吓到啊，我就是乘以六啊，六个人啊，然后就哦好，眼花缭乱，尤其是我对呀，躺出来说叫我躺下，我就哦躺下啊，错边了，那再次过用，哦还错，竟然是正面迎击哦，我一直看着宪哥这样子，六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负责，对不对？就是都是错过这样子，有没有可能在2022年呢、啊？然后有好事告诉大家，说2022嘛，对啊，明年呢、啊、一直都在追求啊，都是在往幸福的方向啊。哎，奇怪，你为什么女人缘那么好？对呀，对呀、啊，你要不多用一点心在事业？我有啦，那个全部啊，哦，在想那些有的。我们啦啦队真的超爱立冬哥，真的，真的，我们歧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朋友，他们说侄子，我们好喜欢立冬哦。真的假的？因为我会讲一些什么笑话什么的啊。对啊，想被聊。一个孕妇里面，好，她肚子里面会有羊水。对不对？那如果这时候再加了一个孕妇，会变什么？哦，双羊水，啊，就这样啊？这是喵的吗？这是笑话。我之前拍了一个我去泰国的 vlog， 然后跟我妈咪，然后妈咪就穿，这你妈，然后我妈就穿比基尼，爆红。
然后所以就是很多粉丝就说就是很喜欢我妈，然后我就把我妈妈拍进去。哦，因为今天二月是过年。对，就想要可以把它放在二月。好辣哦！哇，等于说提前见家长。对，提前见家长，很多粉丝，大家都问我妈是不是单身。你妈身材也太好了吧？对啊，哇塞，不讲这个基因太强，这个基因太强。你看梁鹤群进入你妈那一页，身材真的。妈妈感觉很好聊哈，很亲切。对，亲切的长辈，对，厉害厉害。哇，这个。就有一个妈妈的 VCR， 就是穿妈妈的，对，跟妈妈的。这是什么？小梁哥会开心。不是，我说怎么？妈妈的也可以看一下，搞不好妈妈出来跟大家拜年呢、啊，对不对？也有可能嘛。恭喜恭喜，然后请看，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名字要下来。哦，差点跌倒了，哇，好重，真的好重，快点张中跳去救他！哇哇，妈妈也太年轻了，你们这个好年轻，漂亮吗？太美了，好美的照片。有人说胸是整的，看看这个，哇，小梁哥，小梁哥，你怎么看完？好像没有点落枕。你刚刚冲到荧幕前，妈妈很亲切，很活泼啊。对，妈妈，而且妈妈她超喜欢立冬的。啊？什么意思？怎么会这样呢？叫女儿，直接有女儿了。哦。妈妈都一直跟我说，啊，立冬很好哎，很喜欢她哎，又帅又好笑。今年过年你就可以来拜年，带我回去见妈妈了。就是妈妈身材很好，但视力不好。好像是的哦。而且这次的那个年历的风格是，听说是全部所有男生的空都会。对，因为就是我之前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像是马尾控啊，然后可能腿控、胸控，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平常都会 po 一些生活照在网络上面，然后就开始知道说，有一次我就赤脚在家里，就有人说哦我是脚趾控，然后更夸张的是有一次我就是穿无袖，然后就拍了一个这样举手照片，然后他们就说他是腋下控，然后我才知道有腋下控哎，腋下控，他去买孜然粉就好了，所以我这次里面就有把各种控，很就是有喜欢脚。脚趾的，喜欢胸控的，臀控、腰控、腋下控，但你长鸡眼有没有鸡眼控？鸡眼控要拍很 detail， 都要都有控哈。